湾发声。这段时间，他成为台湾与国际的桥梁，在国际上，很多的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优秀的外交官。但是，不只是有最好的外交历练，他还有最基层民意代表，能够接地气，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和历练。所以，有资历、有能力，他会是我们最好的副总统候选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湾之光萧美琴。来，整个掌声来欢迎台湾之光萧美琴。萧美琴，放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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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琴，美琴，美琴，放帅！放帅！放帅！我是萧美琴，我回来了，请台湾，我责无旁贷，为咱的国家，我了落呀！非常感谢，我回台湾后这几个礼拜遇到的每一位乡亲，在我跟赖清德共同承担台湾未来责任的过程当中。有你们的加油，有你们的鼓励跟疼惜，我有默默的感动，因为恁的支持，民主这条路，我们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有力。谢谢这几天我全台湾大扫街期间，很多年轻朋友用创意自己做标语帮我们加油。也谢谢很多长辈送我菜头、包子，还有各种喉咙的保健食品，让我现在可以大声跟你们讲话。当然，还有很多在路边高喊“我爱你”的尖叫声。大家都是挺台湾的正能量，也是让台湾不断进步的力量。这八年来，蔡英文总统带领台湾创造经济成长的新动能，投资基础建设，也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进行能源的转型，争取到许多台商资金回到台湾，同时全世界的外资也看好台湾，投资创造了新高。同时，我们政府也努力开拓全球的市场，跟美国、加拿大、英国签了贸易跟投资协定。我们用让世界信任的标准接轨世界的经济，让世界信赖台湾产品的品质，信赖台湾产业的活力。台湾产品出口国际创了历史新高，台湾人均 GDP 也超越了韩国。国际上虽然有很多的变局，包含全球性的通膨、美中贸易与科技的竞争、新冠肺炎带来对全球性的冲击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往前走。我要特别感谢这八年来跟蔡英文政府一起壮大台湾经济，让台湾更繁荣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经贸团队，投入我们基础建设的每一位劳工朋友，包括让我们的能源电网更具韧性的工程师们。我同时也要谢谢所有民间产业的力量，我们每一个工业区的大中小企业，每一个生产线上的作业员，每一份创新的力量，谢谢你们让世界知道台湾是全球繁荣的关键元素，谢谢你们让世界看到台湾的重要性。我也要特别谢谢这八年来跟蔡英文政府一起让我们社会安全网结构更完善的每一个人，包含社工参与长照、幼儿照顾，还有新建社会住宅
的建筑、水电工程专业人员，谢谢我们的医护、药师，还有在第一线的村里长，我们的口罩国家队，在第一时间挡下第一波新冠疫情，让世界对台湾刮目相看。我们要谢谢这些年壮大台湾国防实力、确保台湾的安全与和平的每一个人，包含我们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工程师、科学家们，捍卫国家的军人，确保我们社会安全的警消们。我们也要谢谢全球第一线外交官们的努力，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的空间。有太多太多参与壮大台湾的大家，谢谢你们让台湾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我更要感谢这几年来第一线我们的民主用选票支持我们的每一个人，感谢每一双让国家进步的推手，谢谢你们跟蔡英文政府一起让国家往前走。未来赖清德和萧美琴要继续走对的路，往前努力的过程中虽然并不完美，有时候碰到障碍，有时候会踢到铁板，有时候走太快走太慢，甚至也会不小心犯错。所以我也要谢谢所有给我们批评指教、给我们建设性的意见的大家，未来我们只会更努力，做得更好。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是进步的力量。赖清德和萧美琴，我们的团队准备最周全，我们的团队历练最完整，我们的团队有最优质的区域立法委员，还有我们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台湾社会每天都有正向励志的故事，而多元的声音也在我们的不分区名单当中。请大家让这一股进步的力量继续延伸、继续扩大、继续壮大台湾，让我们珍惜我们手中神圣的一票，明天出来投票。这一次有许多来自全世界的侨胞，还有许多像台上的留学生，都跟我一样，他们相信基地是恁教阮好的名，阮拢是骄傲的台湾囡仔。让我们一样珍惜用民主的力量，确保台湾在对的路上。我知道你们这些年在世界上也看到台湾越来越有尊严，台湾越来越受到重视，台湾已经跟世界紧密的连结。虽然我们知道未来的路还有许多困难跟障碍，但是台湾人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证明我们的勇气，证明我们的坚持。赖清德和萧美琴已经上手，我们正稳健向前，在这最后的一里路上，最后的关头，我们不要松懈，不要低估各种力量的介入，台湾的进步就差你们一脚。今天你每一个人，大家脸上都带着对台湾未来的希望，都带着身为台湾人该有的骄傲。你们支持的是团结的台湾，让我们拒绝分化跟抹黑，让我们用智慧带动台湾的进步，用选票证明守护台湾进步的价值，向世界展现台湾人的决心与韧性，让我们再继续创造台湾成功的故事，在成功的故事中翻开新的一页，继续一起创造台湾的荣耀。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明天出来。今天要被请到咱